据媒体报道，阿娇与一届王阳明赖宏国2018年底正式举办婚礼。年满38岁的她，生子进度始终是外界的关心焦点。对此，她近日透露，由于本身笃信风水命理，加上老公属蛇，如果生个猪宝宝，她担心孩子长大会不听老公的话，有意年到明年再生。但若意外怀孕，她也欣然接受上天安排。被问到想生几个小孩，阿娇透露其实想生3个，但考虑到年纪，她似乎有了不同想法，可能2个已足够，随缘吧。